是你压到我的脚了，你已经压到第二个人脚，你压人家脚做声对不起就好了。你有错在先，你再看。没有压到，你真的没有错。等到你老了错了，你再跟我。没有。你再说一遍，谁没长眼睛？故意凶我，我抱。我没有凶你，是你压到我的脚了，你已经压到第二个人脚。麻烦你现在就报警，麻烦你现在就报警。你不要压人家的脚，干嘛会理你？坐轮椅的空间，坐轮椅的空间，还不让我们？别这样。对啊。没有压到。没有。没有，我就练习，你到时候会知道。因为我每天都要做，我们只能只有想办法，只能这样子上，然后卡到通道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就是因为卡到通道，所以不时的就是刹车要把它停掉、关掉。如同刚太太，如同他刚刚那位太太讲的，让位置就好了，现在就不让位置，那个位置是台上中间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人家脚受伤，对不起就好了。有错在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先教你，这你现在站的位置就是台上空间。不要再吵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人在理你，我也不想跟你讲话。先讲话。是你压到我的脚了，已经压到第二个人脚，你压人家脚受伤，对不起就好了。你有错在先，你在干什么？没有压到。等到你老了，错了，你再跟我讲。没有。